一局的上半，这场比赛正式的展开，抓第一个球就出棒打在了中间方向的一个飞球，最后中外野手岳振华没有办法接到，形成了安打。哇，一开始林立就打得非常的强势啊。岳振华这个球比较可惜了，对，遭了第一颗速球就做攻击了。这个位置也投得比较中间一点，嗯，基本上完全正中间的位置，差一点点就要过墙了。就整体的数据来说是确实，对，不过安打出现了，中间方向的平飞安打，二垒上的跑者林立现在跑回来得分。对，两支的安打都是速球，比较靠近中间的位置。